钓鱼人来到了钓鱼岛。这里是中国钓鱼岛，是我国主权神圣不可侵犯的海域。这里也是中国鱼情最丰富的东海渔场。我们中国的钓鱼人们这一次在狂风暴雨中来到了钓鱼岛海域，并在我们祖国自己的领土上好好的钓了一次鱼，取得了大丰收。这是中国钓鱼人的第一次，也是纪录片拍摄题材的第一次。感谢祖国的强大，这是身为一个中国人骨子里的自豪。如果你也是一个资深的钓鱼人，你到祖国钓鱼岛海域钓过鱼吗？